挡泥板女神、军中情人，你知道什么是挡泥板女神？不知道啊。51岁周慧敏不劳颜值喷嫌弃，一句话凭许知然偷吃。你要拜 Vivian。有玉女掌门人之称的周慧敏，24号来台宣传8月10号台北小巨蛋10000天皇爱未老30周年巡回演唱会。但您看看出道超过30年的她跟以前一比。其实我一直有做 gym 的，做运动，有教练在旁边，一个星期去3天，所以会有一些大尺度的，比如说可能可以展露你一些身材的，不会太过分吧？但大家更想知道有没有机会在台上看到夫妻合体呀？他不懂表演，不要我会更紧张，或者是他在家里也好。丈夫就是非常自由，就让我喜爱做我的东西，所以真的非常谢谢他，不反对，也这样已经是我最大的支持。哦，算是这样。可是反观好友 Sammy 和安仔，因为出轨轰动演艺圈，会试一下给他一些就是建议。我不会公开说什么，真的对不起。那就来分享一下维持婚姻的小配播吧。结婚以后，我就觉得我们是一个团队，不用管了，就是很信任。那你私下会撒娇？撒娇啊？那你很烦哎。撒娇怎样撒？娱乐懂新闻，自然系撒娇吧，宝宝。听说现在点开苹果会看不到新闻。我就不信，真的没有哎，怎么办？加入好评友会员，只要用脸书或是 Google 账号就能一键注册，也可以用电话或 email 注册，限时免费。快来注册苹果新闻网。